备说再见，道晚安喽，谢谢大家。你是你和习惯的不安，最讨厌的心情那么多。你是你又选择了一个人，为什么？为什么？你来这里好吗？怎么说都不学的。你来这里好吗？好，你在这里好。好，来，这是哪位帅哥热情的提供的？来了，来，什么今代替我们今天的刚刚谢谢。心里深深的挂着，那是你的心意。哎，回去。哎，我知道他们拍了好一点照片了。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时候却那么错呢？请你不要爱的太多，请你不要爱的太多，爱情不要随便乱说。跟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呢说再见，道晚安。同时也谢谢今天现场所有的好朋友们，大家呢陪伴到我们今天两个半钟头的时间。因为我们今天九龙是传播公司所能安排的节目，感谢在场所有的朋友们大家的陪伴，谢谢大家。再次，如果今天的节目表现得不错，送给我们今天由曾盛景曾大哥所来摄影的九龙传播公司掌声再次鼓励，谢谢。同时也邀请老板要上来了，哎呀呀呀，难得机会上来，你看看。来，安威，我帮你拍，你站在老板的正前方来。好，这个时候就是他最高兴的时候。不要不要！哎，哈哈哈哈哈！等一下嘛，等一下你想干嘛？想不是把老板当钢管？好了，我们一起跟大家说再见，道晚安，谢谢现场所有的朋友，我们要摆个姿势啦，让大家来留言一下，来来来。一个爱心色身，谢谢。好，来，哎，我的主摄影官跑去哪里？来，请看。